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将来我们的大门。大门啊，有四道门，这边一扇，这边两扇，这边一扇。哦，好，这就是大门。哦哦，那前面第一块，右侧是楼梯，右侧是楼梯。嗯，第一块的那个间隔过去，你还要到这里。哦，这条线，右侧这是会场，会场。嗯，这边是一个小会议室。在过去呢，就是一个女生厕所，还有直系室。那最后一根柱子倒过来，第五根跟第六根柱子那一个位置啊，是厨房。厨房哇，是厨房的位置。举手发问，会场大概可以坐多少人？大概130。130，对，130。如果挤一点的话，150没有问题。这个是一楼。那三楼呢？三楼大概只有二十六七平，是那个童工之家。童工之家就是照顾者住在三楼，有一个家可以住。因为这一层总共这样的69，这个能耐地震几级？先推到87七平。你刚刚所说的69平是包含后面的所谓24没有不含。现在这个周围啊，我们要施工嘛，周围这房子周围啊，其实还有很多种想法。现在还没有。没有。有可能前面就是前面是。有没有空地规划那个烤肉露营？后面有空地可以露营，也可以拍照。是。阿妹。哇，大美女。美女。是你顾念你教会的需要。对。收获一块这样的美地，为这地的学生工作，哇！谢谢你，学校是这样的近，也是这么的合适，我深信这是出于你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还要把往后的工程，仔细的仰望你，你保守看顾，这样的学生中心能够在平安里建造完成，正式的启用，阿门。祝福这地，满了你的荣耀，把敬拜归给你。主耶稣，愿你更多的倾倒你的祝福，让这里的学生更多的得着基督，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。荣耀归你，你的名在东华大学被高举，得人得地，在这里繁殖扩增。把你的教会在这里得着见证，得着当得的荣耀。